各位藏友，大家好！今天跟大家共同欣赏一件清代嘉庆时期的一个瓷板，这是一个白玺图的瓷板。大家看，这上面一共有100个玺字，横着是10个，竖着也是10个，十全十美，寓意非常的漂亮。这个瓷板胎质非常的细腻，大家细看一下啊，特别厚实。可惜呀，这中间断了，断了。这是一件很精美的民窑精品物件。这个瓷板过去是干什么用的呢？这是红木插瓶上边，镶在插瓶上面摆在家里的，非常的漂亮。这个它是什么工艺呢？我跟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底部是撒蓝描金工艺，这个玺字都是用的描金。撒蓝描金工艺非常难得。这个瓷板的长度是38公分，这儿呢是28公分，这属于精残的物件。大家看一下，主要大家看这个工艺，这一个是呢撒蓝描金的工艺，撒蓝的地子，描金的玺字。这是一个瓷器收藏方面的知识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做用在插瓶上面的，这是一个红木框，然后把这个插进去，小屏风、小插瓶放在书房，非常的漂亮。感谢藏友们的欣赏支持。